转回棒球啦。现在在拍妹妹，哇，今天心情很好嘞，又可以跟你聊天，声音那么大还可以聊。我又要录影，然后又要看胜负啊，每一队的比赛的。哦，真的，你老哥真的很厉害啊。专门看电视，我是专门来现场的啊！你今天不是说要出去办事？我看你很多时间都在家里，你是办附近的事啊？就这妈五分钟、十分钟没来，那种小事啊？对啊，那你不叫美兰自己办就好了？妈的，害我不能去找你。他妈的，怎么怕我来找？他妈全台湾确诊那么多，你怕我？我又没确诊啊，莫名其妙。你走到哪里都会确诊，你工厂那么多呢，更确诊。哎，你们工厂很大呢，我看那个地图，你们的工厂蛮大的呢哈。不用管那个确实总是有问题嘛。